本季度我们实现了80%的高增长，特别是上一个项目，客户那边非常满意。最后呢，我们给优秀的员工颁奖。阿翔、小野，这半年你们的非常不错。还有一个奖，彤彤，你一个项目3个月都没有进展，这盘我有奖，就是你。Sweet tea, your heart left on a sleeve. Baby, you and me.